会安慰他，然后说他被说歌声很难掩。对，无关嘛，总不能全部都要满足。你会去看他的，搜他的美图吗？你说我老婆？对啊，他被网友拍很多美图。我觉得很棒很棒很棒，美美少女，我说我可以重新认识你吗？对。修杰楷评价《金文歌声》，一关舒服就好，力挺闪出调情对话。客户最近也蛮常打二。对。那你们会不会想说你想念妈妈？一定会啊，看我看腻。但是还好啦，他们两个很乖，我也很习惯，所以就觉得，对，希望。可以快点把他们丢出去。修杰楷23号担任育儿友善推广大使，先前曾被拍到接送女儿上贵族学校，据悉啊，一年学费就要价72万起跳呢。记者大大们也问起波波波妞的交友状况。男朋友？男生的朋友，男生的朋友。波波还好，波妞比较喜欢跟男生玩。他会说爸爸就是有几个小朋友很喜欢我。他会说他喜欢别人。那你最近是理智线断掉什么事啊？你说骂小孩的方面还是？爸，你分享个老婆的。常常在断，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。在他有说，爸爸，你可以不要再念。还有生日吗？没有，他们不会。你睡念模式也会沿用到你老婆？当然啦、啊。他是最大的受害者。而贾静雯近期都在中国拍摄节目《浪姐四》，不晓得修杰楷有没有 follow 到老婆美到冒泡的 moment 呢？我觉得你唱得很好，非常棒，你可以做到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你就努力的去做，做好这件事情，你会收获很多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把我所有的正能量都给他了，留下负能量给我女儿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就是他跟这个陈意涵之间的互动啊，有被人家攻击说，因为陈意涵算是淘汰边缘被救回来，他跟你分享这个部分。没有哎、欸，陈意涵要被淘汰，我跟我老婆都一个礼拜5分钟了，陈意涵大概一个月也没有2分钟，希望他们都可以继续唱跳下去。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比较骂老婆的，你会就是不小心动？我不会看，你不会看，对对对，不会安慰他。然后说他被说歌声很难演，不会啊，很棒啊，唱得很好啊，有一关舒服就好了，有一关舒服就好了，对，无关嘛，总不能全部都要满足。我会去看他的，搜他的美图吗？你说我老婆吗？对啊，他被网友拍很多美图哎，叫什么？跟我看都不一样。他有传给我看啊，他有传给我看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很棒很棒很棒，美美少女，我说我可以重新认识你吗？对，然后说那你会用什么？就是你要怎么追什么之类的？我们怎么在调情呢？跟你们讲那么多，然后最终是我说没关系，我选择也很多，对，开玩笑啊。有300字了哈，可以哈。很棒。